老师有贼，能不能行啊？开不了，这边撬不开，走，换另一个地方撬。慢点，别回头让人发现了。怕什么？这家里就一个老头一个小孩，咱俩对付不了他们吗？快快。快点，门快开不了。快了快了，别着急，老爷有办法。你不是有个面具吗？两个贼吓跑了。哎呦，真是老爷的好外孙。老爷，你放心睡吧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你干嘛呀？我睡呢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床了。烦死了！哥，哥，哥，你不说你上午有事儿吗？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你醒醒！嗯，我怎么睡这儿了？你昨天可能太累了，你喝着喝着直接导致睡着了。这都几点了？哎呦，你怎么不早点叫我？你赶快洗漱，我给你做早餐去。哎，我不吃了，你爷俩等我吧啊！我走了，回来打电话啊。你慢点啊，到家给我发个微信。什么坏人？什么抓到坏人了？哎，臭小子，这你弄的！哎呦，昨天晚上家里来了坏人，我这是为了保护老爷。爸，啊，专门进人了？进人了？嗯，两个人，不过都被我吓跑了。啊，嬷嬷说的是真的吗？爸，什么是真的？哎，老爷，啊，昨天晚上家里来两个坏人。你还记得吧？坏人在哪儿了？啊，坏人在哪儿？老爷又糊涂了。